英雄联盟手游艾欧尼亚杯精彩时刻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OMG SMK 的阿卡丽，帅气操作秀蒙对手，兵线汇聚，狭路相逢，四目相对，战意升腾，这一波对战谁能取胜？帅气操作，大显才能，阿卡丽大招起手，近身格温，开启侠阵，隐藏身形，投掷手里剑，先打一波状态，再次隐身寻找机会，不断偷血，此时格温技能全交，已无战意，阿卡丽损武标记，二段跟进，再接大招，将其瞬秒，两只黄鹂鸣翠柳，看我表演个人秀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OMG 白猫的武器，爆炸伤害，一棍戳到大动脉，区区脆皮直面我武器，不缩塔下还敢来补兵，这简直是在向我挑衅，给你一棒锤，不讲道理，武器当头一棒直接敲到吸血鬼大动脉，开启反击风暴，将其眩晕在原地，继续两棒压低血量，此时酒桶支援到场，武器丝毫不虚，硬扛酒桶伤害，输出吸血鬼，再接一个跳斩，百花发时我不发，多看一眼就爆炸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T-Tech 的奥恩，关键控制，一波击飞三人，又是一波小团战，友方泽利先被砍，二打三该怎么办，看我奥恩一锤三，奥恩炽烈冲锋，同时击飞三人，杰斯紧跟伤害，先行激活武器，歼击终于支援到场，成功扭转局势，力挽狂澜新振奋，铁打铜柱山羊魂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TE 离骚的剑姬，丝滑走位，一打二轻松拿下，剑姬带线遭遇包夹，面对两人如何反打，镇定自若，把你秀麻，且看操作，眼睛别眨，狗熊开大飞扑，剑姬无双挑战，将其标记，不慌不忙先打两个破绽，带卡莎近身，劳伦特心眼刀格挡艾卡西亚暴雨全部伤害，再戳一个破绽，打出回血阵后，剑姬转移目标，输出卡莎，脚闪想逃，拿来吧你，五两干头风雨平，对拼心眼你不行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KBG 安然九的杰斯，极限锁血完成惊险反杀，刚刚交了一个闪，又有敌军来追赶，杰斯还敢回头看，问就是不服要干，残血杰斯不愿撤退，还想回头反打，电能震荡穿过加速之门，精准命中加疗，此时杰斯已经迅速撤退，利用蜜糖果实恢复血量，眼看两人状态持平，加里奥只能硬着头皮迎战，静草先手释放陨星，带其近身，正义冲拳起手，再接一套连招，瞬间大残，杰斯苍穹之月接闪电领域消耗血量，雷霆一击将其击退，两发平 A 再接电能震荡，我劝天宫重抖擞，小小辅助哪里走，打个中，看中就好了，我推中了，我推中了，宝子哥 ，OK， 他全躲了，没办法了，交闪了，他打不死他，走了，打我有点痛啊！